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9年4月8号，旧历的3月16日，礼拜三。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率领团队南下中华，听取地方对国民党改革建议，赢回人民的信任，也来提出对于防疫看法。防疫排第一，中华县政府甲龙泉委员会经过评估，要来停止举办龙泉节甲国际古龙泉锦标赛。受到疫情波及，花坛一间婚宴会馆只好先来暂停出来用餐，不过也是来提供婚礼咨询。新闻头起先来看，国民党主席江启臣7号下晡率领着中央党部秘书长陈干部南下彰化，拜会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展林以及国民党团的议员，听取地方议员对国民党改革建议。虽然会谈的过程无来开放予媒体采访，但伫咧会谈进程，江启臣甲谢展林也是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发表看法。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在党秘书长李肯良和副秘书长江宽恒等人的陪同之下，拜会县议会议长谢展林、副议长柯元良以及议会国民党团的成员。江启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阵，也来提出针对执政党所规划防疫和纾困措施的看法。跟我们所有党团的议员同仁做交流，希望一方面跟大家报告目前党中央在从事改革的工作内容是哪些。那二方面，我们也听取地方议会党团在中央相关的政策上面，那特别是现在疫情防疫上面一些纾困工作，中央的不管是预算还有政策法令在地方上落实有没有相关的困难。关于会议长谢展林指出，刚开始来议会，除了听取地方议员的建议和心声，最重要的依然是防疫，要怎做，安怎来救经济、帮助产业，大家互相做意见的交流建议。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防疫，那防疫在这边哈，可能大家等一下议员会有一些建议哈，就是说要怎么来做这个。可能这个整个经济的要怎么救还是纾困哦，大家可能在地方如果听到一些声音呢，可能就做这些部分来做一个交换意见交换。江启臣强调，这届疫情经济冲击大过17年前的 SARS， 国民党得出呼吁，中央爱考虑发放现金，让民众安心，也要有排户设计，对民众较直接也较方便。台中华新闻张信良、中华采访报道。武汉肺炎疫情升温，致使真侪地方性的文化、民俗活动拢面临着停办或者是延期的命运。彰化县政府即马嘛来决定，今年五日节停办龙王节甲国际龙船锦标赛，以防疫为第一优先。鹿港庆端阳各龙船活动，每年吸引上万人潮来鹿港小镇。龙王节的彩街绕境活动，2023武龙队。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加上防止疫情的倒来倒去，只好忍痛停办40多年历史的龙船比赛。新冠状肺炎的疫情，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紧张。在今年，我们也开了3次的筹备会，也一直在看说是不是要继续办还是停办，所以说一直在犹豫啊。但是由于这几天有很多县市，包括了新北、台北、宜兰、高雄、桃园陆续宣布停办端午节的划龙舟，所以说我们也马上
就决定说我们还是停办啊。有关于其他的一些活动，也在户外的大型，比如说彩街啦，还是说雷射光雕，都也已经决定要停办哈啊。所以说今年可能大家会有点失望，没有小确幸，但是我相信我们经过了这次的疫情之后，我们明年的龙舟的筹备，我们会把它筹备的更好更完善，到时候明年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大家来欣赏。虽然两种比赛不在你1998到1999年因为六港溪禁地停办，就算是拄着 SARS 也是照常举行。这次停办也让地方的思考，是不是要用静态文化展来举行，让中台湾的新书文化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延续下去。德中华新闻林桂英六港彩虹报道。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已经有不少餐厅暂停营业。会大一间婚宴会馆原本伫咧旧历过年了后，要开始来无迎着春酒加婚礼宴客。咱也知影，疫情是愈来愈未收煞，人客毋是取消，就是减少办桌的桌数。如今业者嘛来遵守着防疫的社交距离，因为一块桌讲只会当坐两个人，业者是规期宣布四月份开始暂停室内供餐，只提供婚礼咨询，多数员工是来减薪水休假。过去若拄到好日子，就真歹订到的婚宴会馆，即回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餐厅生意大受影响，只剩来做婚礼咨询的民众。那基本上我们课桌跟主桌都会有简单的桌花的花艺布置。之前是有打电话先做询问的部分。对。那今天想说刚好有时间，然后过来现场了解一下专案之类的，会比较清楚，现场看一下。业者讲，二三月份的桌数仅仅是取消，或者是延后的，就高达4000外桌。如今配合中央的防疫社交距离，室内要有1.5公尺以上。那真正要办桌，一桌就只会当坐两个人，根本就无法度出菜。所以嘛，只会当甲消费者沟通，将婚宴的日子延后。我们其实一桌只能坐两个人，那只要两个人以上，你任何的位置来说都是。跟政府所规定的1.5公尺是没办法相符合的。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冷痛先暂时停止供餐。业者进一步指出，目前已经暂停供餐，只接受婚礼咨询，多数员工拢是伫咧厝内待命，公司也是有付薪水，等疫情稳定了后才回来上班。因为配合政府，确实是没办法供餐，那所以我们也是就也有跟员工就是承诺，就是说在你在就是这段期间，因为没办法工作，确实那反正就在家休养，那或在家就是先休息待命，那等到政府的时间解除之后，那距离解除之后再回来上班。那这段期间我们公司都依然有就是给我们员工有给薪，那这边也是我们董事会最大的承诺，就是绝对不会让我们的同仁生活断炊。业者强调，这波疫情对餐饮业来讲是真大的伤害，敢若是伫咧室内，就爱有1.5公尺的社交距离，根本就无可能。公司只会当硬撑，员工减薪休假，希望会当渡过难关。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回台采访报道。爱心妈妈本土企业者捐赠补助的嘴安护社福机构，希望会当保护着弱势民众的健康。大家好，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组长何启功。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为降低国内社区感染风险，请国人一起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以拱手代替握手，并遵守以下几点原则：一、请与他人保持室内1.5公尺、室外1公尺距离，正确戴上口罩后，则可免除社交距离限制；二、拥挤或密闭场所应全程戴口罩，如在电梯内或用餐时，均应避免交谈；用餐后若要交谈，也要记得戴上口罩。三、连假结束后提醒您留意自己健康状况，如出现不适记得戴上口罩，尽速就医并告知旅游史，保持社交距离，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的三月十七，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围攻在正南方，好时是透早五点到七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武汉肺炎继续传，防疫物资供不应求，翠安嘛变加真抢市。专门制作生产女性机能塑身衫的本土业者，透过立委黄秀芳的牵线，捐赠有六层机能布料的翠安，和彰化市慈善街慈爱等社福机构，和弱势新疆医生会当安心度过一个对抗疫情的期间。看起来真平常的嘴暗，是业者要关乎社会福利机构的机能型布嘴暗，帮助弱势新疆移民，会当安心度过一期。啊，一上到降雨后的这个口罩哈，布的口罩，那其实呢，在这个疫情还没有缓和这个时间呢，真的是临时雨，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希望说能够抛砖引玉，把他们公司最好的这个布料哈、做成口罩，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慈生或慈爱的院童，还有所有的社工人员能够这个用到他们家公司最好的产品哈、所以我就今天就特别联络了我们慈生跟慈爱。业者讲，集团主要是从事吉林布料、女性定制、女性塑身衣，是美国零售商沃尔玛的服装产品供应商。工厂伫台中，是正港的 MIT 台湾制造。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了后，开发吉林布嘴暗的生产线，在防疫大作战的时阵，帮助更卡侪弱势民众。我没有限制，哪边有需要，我是希望我就能够来做。我希望是带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对我们台湾这个好的一个环境，能够去环保也好，还有我们的整个防护也好，弱势团体，我们希望靠我们每个人的力量来帮他们，这是小小一点。所当署长强调，关键吉林报翠安的计划将为彰化出发，只要社福机构有需要来关，预计将关出一万个有立定在即防治，有防治功能，包括铜、锌离子加竹炭等在即翠安。台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鹿港镇东京里拍铁巷内一丛有上百年历史的老青仔树，未堪里白遐甲树根烂去，规丛树啊倒一半，好佳哉并无造成人员伤亡。鹿港镇公所一早就派工作人员前来处理，嘛希望相关单位来替老树看病维护。附近的居民哦，听到老树倒去了后，拢感觉真可惜。超过九百年以上的老树，竟然会熊熊倒去，引发在地居民关注。今仔时阵拢伫这树仔脚咧耍，甚至树仔顶爬来爬去啊，所以即个倒落来，大家拢感觉讲真怕算啦吼。希望咱公部门吼，跟管护相关的单位吼，看有倒提供一寡经费，大家做维护。鹿港镇东京里拍铁巷路上，有一丛较早就被勒管的珍贵老树。七号下晡熊熊倒去，好佳哉，迄当时无人来大埕，啊，若无效果就不堪设想。倒树倒去，工人也赶紧甲机箱、行李箱整理现场。无风无雨情形下咧，煞来倒落，吼、哦！啊，伊这树啊真正大丛，哦，原来二三十米高嘞，吼、哦，就要倒落，啊倒，啊嘛真正佳哉吼，拄啊也无车辆，也无在当地居民的乡亲咱才经过，所以讲啊，无啥物伤害啦，但是即卖还阁半层，伊这敢若内底拢中空啊，啊可能有糖蛀吼、哦，啊应该嘛安尼阁起一边咯啦，啊所以讲咱工作这方面嘞吼，即卖已经来甲前期处理，来等过这现象，啊所以吼咱工作获得吼啊这個、通报，啊今日来到现场吼，针对啊这個、安全箱，今日来先来做一下吼紧急一个处理。针对这个老树未来的一个哈啊，要安怎来去做管理啊？我们会请相关单位哈来做一个呈报啊，看这个老树哈，那么来做维护。会当讲老树哦是非常的价值，啊，咱哦地方哦嘛非常的重视这个老树的一个维护。里长吴明顺表示，树啊倒去不是风台因素，
老树破病，一直拢无处理，才来发生这款的问题。嘛，迄个嘛有登记咧，三百多年的迄个，讲起我做前做里长十多年前，我就来申请管理处来整理一摆，然后来投白啊，来投迄个咯。啊，过来，刷到一下，讲要申请，我无经费哦。啊，这样无来整理安尼啦。啊，即马昨安尼无整理安尼倒落来吼，啊嫌跌着人吼，啊足危险的啊请问公所问管理处拢讲许，阮是昨下物无迄落啥无。无咧管内底咯，安尼啊。乡亲真忧心，老树健康，希望相关单位会协助做好防护工作，或者将老树会当继续伫咧拍铁厝洗炭。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刚采访报道。同款拢是老树，命运煞无同款。田中镇顺天宫头前这丛老青啊树，庙方经过三冬外修剪，如今哦外形就好亲像是一支大牛线同款。真侪路过民众拢讲真水，阁眼目。庙方嘛将这丛青啊树合作是牛线，体现天上帝十字头。开车也是骑机车，经过田中镇山脚路的顺天宫。一定会注意到这丛大金啊树，因为伊的外观相当特殊，就亲像一支雨伞共款。这是庙方经过三年外修整，才当变成安尼造型。形体是真迄个真庄严啦，啊真水安尼吼，啊所以讲一年爱甲修两届安尼吼，啊经过安尼几啊年的整理吼，啊才有这款的形体安尼就对啦。在庙会当中，会沿牛线伫主神轿的头前边啊。在神明立轿的时阵，会当保护主神，避免受到尾气污染。这丛大金啊树，就伫庙宇头前，多好会当作为先天上帝牛线。啊，即摆形体就是那是一种牛线安尼的形体安尼吼。哦，所以讲，阮来讲到都牛线树安尼就对啦吼。啊，即摆。啊，已经拄只过人，大家拢真懊恼安尼吼，啊，算讲大家拢举一支就对啦，所以讲，阮啊，伊这丛树啊吼，啊，感觉真光荣安尼咯吼，啊，有好多大家安尼来遮安尼参与一下吼。这树我会当保护环境，尤其是大树，经过整理了后，皆当伫树卡乘凉。顺天宫这丛大金啊树，在庙方详细维护之下，和老金啊树更高价值。台中华新闻综合报道，今日的报道，台湾话要带乡亲来去听看麦丹美帅老师要来教咱讲什么趣味的台湾话。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话。今仔日的意思是看破，看破就是看开，也是因为无法度。只好顺其自然的意思。咱来看例句：做人但晓看破世情，会较好过日子。再来是俗语：实际未上，坐坐未上。这是咧讲欠人伤济，又阁无法度行，时间久来就麻痹啊，未阁烦恼，也就是。习惯性自然的艺术。客家电信和乡总团甲歌戏融入台湾客家话，发扬台语文化。大家好，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连假结束后，防疫勿松懈，自主健康管理14天，共同降低传播风险。连假期间，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应自主健康管理14天。外出时，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在家时，请维持社交距离。若身体不适，请在家休息。若需就医，需佩戴口罩，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经医师评估后，进行采检。在确认结果前，请留在家中，不可外出。即使检验为阴性，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
若无出现任何症状，可正常生活，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及延后洗牙等非急迫之医疗。请国人配合防疫，共同团结，守护家园。新闻消息，带您来看彰化县目幼师画协会会员作品联展，按这个4月8号到5月3号，伫咧鹿港公会堂展出。即届参展的作品有书法甲水墨画等两大类，78个作品参展，吸引真侪民众来观赏。展览馆内底挂着100彰化县目幼师画协会书画作品，各种立体拢有。新馆按退休校长、老师、公务员、农民、学手，各行各业拢有。这一届伫咧鹿港公会堂进行会员联展，独立学会员平常时会努力成果有展示的空间，同时也会当甲艺术爱好者做伙交流。差不多70件。我们的作品里面呢是有书法还有水墨部分，我们的成员包大部分是一些退休的人员，其中也有士农工商都有啊，有农人啊，啊有一些那个共产工我去啊画家啦，他小时候我是喜欢的那涂涂鸦鸦啦，啊嘛未想到讲吼，我会去学这个啦。学手做了后，有一个朋友啊，讲那个公所有办那个社大，啊，就目录摕来，我就讲好啊，啊，无来帮看看看。哎，有在教画画，我本来是画那个要学那个素描，啊，结果就没有开班。他说：“那么彩墨天机好吗？”我说：“好，有的画就好。”鹿港镇公所长期以来支持艺文活动。店长柯志宏也真感谢目幼师画协会会员伫公会堂展出，提供乡亲朋友一场艺术盛宴。墨友啊，一个画书画的一个学会，由杨理事长带领所有的学员来做一个参展。尤其这次的参展哈，作品非常多，有60几幅。也当讲哈，啊，这回的作品哦，也当讲跳脱哈，较早。哎，无同款的一个作品，因为吼都是以情感还有意境来呈现个人的一个风格，会当讲吼非常的特殊。彰化县目幼师画协会联展，时间按现在起到5月3号，伫鹿港公会堂展出，欢迎兴趣民众前往参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彩虹报道。为着要来推广台语艺术文化，由彰化生活美学馆主办的台语演艺推广活动，透过客家镇新和兴总团规划，来到校园内面演出歌戏。精彩的演出当中，搁来融入传统台湾客家话，让学生伫咧欣赏戏剧的同时，搁会当学习到台语文化。小姐，你甲想看卖，迄、那个阿婆是来互咱吃的呢。透过精彩歌戏，传达台湾话之美，也伫戏剧内底用伫台湾俗语。你对待伊，就爱像对待我同款，疼惜我，唔好安尼甲拍啦。嘿，你安尼甲拍是犯法的呢。阮人咧做歌，才无咧惊。小姐，虽然高爷咧做歌，但是你嘛袂用个互伊歹做人啊。你安尼甲拍，就叫做家暴。你若继续甲拍，阮就会当去敲迄个家暴专线。对我讲，家暴专线是几号？113，就是113。这是为了推广台语艺术文化，由彰化生活美学馆主办的台语演艺推广活动。透过客家镇新和兴总团规划到校园内底演出歌戏，你逐项拢甲应好，安尼就无代志啊啦。其实阮小姐人嘛袂歹呢，拢身心好得，铺桥坐路，平常时拢咧食菜。伫精彩表演了后，有趣味的台湾俗语教学活动，互小朋友实际伫戏内底出现过口白甲对话。有叫有惊气，心存则灵的意思，这个你们应该比较常听到，对不对？再来是有量叫有好，有量叫有好，
做人要有度量才可以得到福报。对，来，这一句会有不同的讲法，因为区域性的不同，然后但是意思是一样。有钱领西贵的吗？有钱领西贵的吗？新河县总团表示，透过这届闽南语演艺推广计划，和传统戏剧结合台语文化，完整呈现伫舞台顶。透过精彩歌戏演出，和本土艺文会当向下定军。台中华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136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15.2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22.2元，中价15.8元，下价10元；高丽菜上价12.6元，中价9.5元，下价6.5元；葱啊上价33.2元，中价27.7元，下价20元；卡马豆上价34.1元，中价26.8元，下价16.2元。花椰菜上价29.5元，中价24.8元，下价19.4元。今年上价32元，中价22.3元，下价14.5元。包心白上价10元，中价8.2元，下价6.1元。葱头上价19.2元，中价13.4元，下价9元。菜头上价11.8元，中价8.5元，下价5.9元。白菜上价22.5元，中价16.2元，下价10元。白莲啊上价42元，中价30元，下价20元。青菜上价50元，中价36.7元，下价20元。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地区天气较冷，中南部地区侪云好天。温度方面，北部甲东北部地区日时的高温来到21度至23度，中南部地区由于水气减少，高温回升到27度至29度。来关心各地区的天气状况。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AOneBox 使用蓝牙声控，智慧搜寻，便利无限。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